里面前线如何？严正说要把陛下和裘子良都杀了，我们快过去救他们。有事的话，我担着。等等，你都已经这样了，而且裘延智和韩远已经联手，光我们的力量是不够的。那怎么办？如今我们只能借力一搏。 裘子良也别管了，如果这个消息传了出去，换他们会如何？何润宇，我告诉你啊，大半夜的，你要是敢骗我！ 别怪我跟你不客气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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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如今，韩将军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 但是齐燕他不见了，如果他们在爆炸前没有出来，那么一切就都结束了。不好，应该是换挡来了。韩将军，你先撤。不行，要走咱们几个一起走。他们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我留下看事态发展，你跟我通知，快走。 爷爷呢？啊，在里面。陛下，陛下，我问你话呢，问你话呢。王同军，不得对长亲人无礼。屁！我告诉你们，爷爷要是有事儿，我先拿你们问罪。去挖去。是。快！是，陛下呢？ 燕之，燕之，陛下呢？我让你走，你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回来，我是陛下的执剑人，是与陛下共存亡。可你带来了神裁军，他们都是来救裘子良的。我现在别无他法，我只要救陛下。程若愚。 你毁了我五苦心经营的一切，燕之，你现在与我一起救陛下，我以后一定与你一起对付裘子良，好吗？ 齐燕已经死了，爆炸之前，齐燕没出来。 谁领过，仍披星戴月。有人留恋，亦有人决绝，看不清的都在白天。没。
火已扑灭，没看见大人身影。地下好像有机关，着火原因是火药贸然导致地面塌陷。机关，火药。那边还有。哎，哎，机关图纸有吗？拿来。在屋子里，现在恐怕已经化为灰烬了。哎，废物！接着我，我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，快！那边的人都过来。是是是。来人呐！把他给我拿下！王统军，你什么意思？本官怀疑他与此事有关。你有什么证据？这件事情明明是朕吴军师所为。王统军，我不知道程若愚跟你说了些什么，但紫衣局向来与我们不和，他的话还请你慎思。是吗？如此重要时刻，爹爹被困地下，你我同为他的下属，理应齐心协力救人，别起内讧。大伙听啊，他说他是爷爷的下属，一个以色示人的玩意儿也配跟本官相提并论？拿下！王统军，掌旗人是大人爱女，你这般对他，后果你很清楚。我告诉你，爷爷如果安好，他接着做他的心肝宝贝儿，爷爷要是有事儿，哇，是。程若愚。